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会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13，诗篇37篇23节安尼讲：上主乎义人的脚步稳固，伊欢喜因的所行所做。三个来祈祷，予阮脚步稳固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圣洁公义的真话上帝，你是行公平公义，予阮通伫你真理的光中来活。主啊，你是慈悲疼痛，赏赐恩惠甲福气，予阮的慈爱天父。你通过基督，带予阮救赎的恩典，予阮通领受永远的活命甲恩望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因为救恩是对你来，是你所想事，阮要落你无算。主啊，世间人选择行家己的路，因行歪错来跋倒，总是主啊，阮要选择行你的路，予你的光来照光阮头前的路，予阮的脚步稳固，你也要欢喜阮的所行所做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Amen。 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